据韩国某财经网站发布的数据，朴正英作为 JYP 娱乐公司最大的股东，拥有 JYP 娱乐公司17.8%的股票，上周这些股票的总市值达到了1922亿韩元，相比去年年底增加19亿韩元，让朴正英超过 SM 李秀满和 YG 梁炫熙，夺得了韩国演艺圈股票富豪榜首位。SM 公司会长李秀满的排名从原来的第一位下降到了第二位。YG 公司的梁炫熙在演艺圈股票富豪榜排名第三位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